Emma?必须在他们交易之前，破坏掉这批军火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只能想办法抓回他们。他们现在都聚集在仓库前的小屋里，仓库外围只留了两个人巡逻。我刚才观察了一下，想进到仓库的后方，只能通过最左侧的那个窗户进去。 这位就是前两天要给我们交易的少爷。左，你想买军火？没错。既然是辛辛苦苦找来了，那就是有诚心想做这笔买卖。废话我也不想多说了，你先看看货吧。 正合我意，应该就这几箱了。 这样，我来设置火线，你去准备炸药，切记威力千万不要太大。好，手法挺漂亮。手法要是不漂亮，岂不是让客人看了笑话？看样子这位少爷是个懂行的，不知道这些货你可否看得上眼呢？都是外国货，做工精良。你开个价吧。你要多少？ 你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口气还不小啊！像这样的货，我还有八箱，加在一起，起码得这个数。如果都是这个质量，不过分。剩下的货都在后面，只要少爷你的钱一到位，马上可以交货。那我们谈谈怎么交货吧。 要的货都在这里了，请。 冯小姐，刚刚怎么回事？咱们都被骗了，这批军火有问题，全部都是进过水的废品，用不着我们出手。荣家上今天，肯定是钱货两空。这样，你先回去跟七爷汇报吧。好，冯小姐，当心。 没想到大少爷还藏了一手啊！以前在军校里学的，货都在这儿了，钱呢？钱在这里。哼，很好，这些货全归你了。嗯。
等等，别着急啊，我还没验货呢。 分头走，他们要的是这笔钱。我去吸引火力，你从背后突围。我掩护，你快撤。